过啊，非常好，好，成功啊，大家辛苦，好，辛苦大家，辛苦啦，你们辛苦，您够辛苦，没有没有，你们慢点，小心小心。怎么样啊？还不错吧？没想到今天还挺快的，是挺顺利的。嗯，那提提意见吧。还真的有，我想想啊。住！小心！进去了，慢点。怎么了？你脚崴了？疼吗？不疼不疼，我们赶紧回去吧，走。来，我来背你。真不用，没事，我能走。快上来，快点。林子丹，别跟他们说我脚崴了。哎，好，你帮我啊，放地上吧。人都齐了吧？齐了，咱们走了呀。还差叶璇和李总监。啊？他俩干啥去了？我去找找他们。哎，行行行，你快去快回啊！你早点回来，车挺贵的。叶璇，叶璇，成哥，我们在这儿呢。成哥，这儿疼不疼？疼。这里呢？也疼。啊，好。这儿疼不疼？哎呀，医生，这最疼了。这样，我先去看一下你的片子啊。谢谢医生。成哥，我真的要这么演吗？我都快装不下去了。那当然啊，你还想不想让老徐给你报销医药费了？你要想让公司报销，你呢就得表情再痛苦一点。不过你要是想自己报销的话，下个月的生活就要痛苦一点了。成哥，我觉得我刚刚表情还是不到位，我们再保一条。如此可教也啊。影片已经出来了啊，我先看一下。怎么样了，李总监？你怎么来了？啊，这次叶璇是在拍摄期间受的伤，所以奥可会全额负责这次的医疗费用。你的手没事吧？皮外伤，没什么大碍的。奥可可比老徐有钱多了，好好表现。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没啥大问题。医生，他浑身都疼，你要不再给他检查一下？好，我再给他看一下。这疼不疼？不疼。啊。这儿呢？也不疼。慢才说的。什么慢才说啊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刚才在演双簧。这是正规的三甲医院，你们的态度要摆正。这儿没人配合你们伪造虚假病例啊！医生，还严重吗？骨头没问题，只是有点软组织损伤啊。记得回去以后，尽量少走路。我这呢，药已经给你们开好了，你们可以先去拿一下。你等一下，我去给你拿个轮椅。你们可以在外面等，我这还有预约的病人。谢谢医生。啊，没事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别动。我能走。不好。一点一点靠近你的脸，不自觉屏住呼吸。漫天温柔，
藏在云朵后面，那些不断跳动的喜悦，就好像烟花绚烂绽放的夜，藏不住的思念。指尖的清楚，手心温度，弹奏出动人的音符，和我跳舞，一瞬间世界也停住，朝朝暮暮，无时无法抗拒未来的情书。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，切过半天还是错过。刚刚医生催得急，我就先把他抱出来了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，交给你了。谢谢啊。这边直走就好。你来。都查完了？查完了，都挺好的。啊。咱妈呢？她在家呢，睡着了。行，我们走吧。不。李守熙刚刚说啥？咱妈。李守熙跟徐总不会是？太劲爆了吧！哦，原来李守熙后台这么硬啊！战友好些吗？嗯，好多了。今天麻烦你了，成哥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那你照顾好自己。老徐那边我已经帮你请过假了。放心吧，谢谢成哥。我去帮你开门。李总监。叶璇呢？在里面。啊，